咁牧师其实喺几年前我哋已经发现啦，就系每年牧师嘅生日咧，好特别啊！神会做嘅共同信息就喺大自然度咧，用风咧去成为牧师嗰年生日嘅印证啦。咁去到今年咧，其实无论系台湾同埋香港，都喺七月八月嘅时候已经讲啦，哇！今年好少台风、哦，即系冇乜打啲大嘅风。但系弟兄姊妹都好期待啦，喺今年即系牧师生日一定系有啲好劲嘅风。咁即系真系不出所料啦，就啱啱牧师九月一号生日嘅嗰个时段咧，就今年两个最强嘅风王就真系诞生咗。咁其中一个仲系海神个风王啦，即系佢个编号就95W 啦咁样。咁即系更加去印证牧师59岁生日。牧师其实在当日你去有感动改个名叫 Win 的时候，即是这个是牧师你是因为相信你是世界末日那个地的四风，定还是是有个特别的意思而去定了这个名。但很特别就是我们见到神真的在这几年是未停过用风 Win 这个成为你的真命天子的印证。我相信那个是一个初型，即是神的心意的一种显露。因为当时我其实我真的改的时候，不是为了使到我自己是哦地的四风啊那些那么惊人啊。因为哇圣经任何的人物你都真的可遇不可求的嘛。其实但是我当时改的时候，脑里面真的会不断浮现地的四风。即是直情当然我没有想到完全丁那么多觉得自己和地的四风有联系的可能性都没有。丁咁多都冇咁谂过，但系当时改真系好有感动，改为风，而并且改嘅时候系不断谂起地嘅四风嘅。但系当时系有一个好明显嘅概念嘅，就系、是、呢个风咧有个 D 字嘅就系风，但系冇个 D 字嘅就系 win 啊嘛，啊赢啊胜利咁解嘅。因为我之前已经系改咗 leaves， 有 S 要冇 S 啊嘛，吓叶子同埋单独离开，咁所以变咗当时啊浮现呢一个概念，亦又谂起地嘅四风，但系。啊！呢个名好好喎，好想改，同埋我直情系好深刻，就系我去翻翻香港嘅时候，你以后就用呢个名啦。嗰个名就其实留低我翻到香港嘅时候，人哋问亲我的名咧，我都会提到我英文名系边。嗰个系真系特特系翻到嚟香港嘅时候用专属嘅名啊！呢个就即系又系好深嘅感动。但系当时谂下，即系靓仔啊嘛，即系呢啲觉得都好有型啊嘛，觉得咁样做系咪？即系好与别不同咁样咁，觉得几好啊！呢个 thought 嘅呢个意念都几好啊！咁於是乎就咁做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先驚人啦，因為後期尤其是開始接觸到多啲 word of faith， 因為我改呢個名嘅時候都仲未接觸 Ken Hagin 嘅教導嘅，即係直情冇嘅，完全就係識得古典嘅釋經書啊、陳中道啊、魏托星啊、頂晒籠、李上壽啊嗰啲咁。但係直至我開始接觸 Ken Hagin 之後咧，先至首次發現咧，咦地嘅四風好似唔係咁簡單，即係因為嗰陣時已經覺得啊勁喎風，咁後屘咧。跟住咧，所有叫做New Breed 新族類嗰扎嗰班啦，即係 Bob Jones 啊、Paul King 啊、Rick Joyner 啊，即係My Bible 嗰啲，全部出嚟都提地嘅四風噶嘛。咁嗰陣時咧，咁我就啊，發覺你哋冇得行啊，因為我已經改咗幾年啦，即係因為我改嘅時候咧，我記得嗰陣時有個醫生叫 Francis 啊嘛，佢話：哇，你嘅 Leaves 個名都怪啦，你而家改個 Win 就怪咗，邊人咁改噶？咁嬲起事實上，我記得喺我又翻翻呢間教會，佢坐喺度聽緊我分享嘅時候，我話冇得閒啊你哋，我而家你先改風，即係好有仁義啦。當時我就真係神感動我改啦咁樣。咁而家就更加瘋狂啦，即係原來德國，原來息息相關到一個階段，你唔講都唔得啊！即係你唔能夠話啊，我自己知道就算啦，唔得啊，因為嗰啲就牽涉到一定要俾教會知嘅信息，有啲甚至係牽涉到石安嘅信息，係咪？就好似2012同沙人呢個字。即根本就是镜面倒置一样，咁所以喺当时唔能够唔讲啦。原来地嘅四风原来就系同我哋息息相关嘅，一路衍生到即系已经唔单止系启示啦，唔单止系推论啦，已经系零零咁多印证啊，日期啊、事件啊、时间啊，即系印证到咧，你根本系你净讲出嚟啊，而人哋就已经系顺理成章知道一定系同我哋息息相关。咁当时系只一个初阶咯，好明显啊。但系呢个信息一路去到维持到去到呢几年，即系弟兄姊妹都见到啦，哇，好疯狂啊！香港面对咁多呢一啲风，而呢风嘅印证又好似今年咁吓 W95， 即系海神咁样吓，即系好多诸如此类呢一啲
就已经是可以说超然若揭了，很清楚大家都见到一年接一年，直情你都不用担忧呢嚟緊有印证，只是个印证有几大嘅啫，同埋几咁意想不到，即係有几多个 message 同我哋讲緊说话咁样嘅啫。咁所以风系其中一个好特别嘅神所俾我嘅，即係可以话最后一个英文名啦，所俾我嘅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带领，同埋佢满时间啦、形态呀都系㗎。因为点解？因为而家我哋明明啦， win 冇咗个 D 嘛，即係冇咗个 dead， 冇咗个死亡，就系、是、win,W-I-N。就是胜利了。所以如果我们胜过死亡的时候呢，即是我们最后要赢的就是死亡了。那我们就全然胜利了，是得胜又得胜了。而并且当他没了个 D 的时候呢，很得意了。那你看回个 win 字 ,W-I-N 那个。如果他没了个 D 在这个字里面的时候呢， W-I-N 就等于有个 death 除了他了。就好像是不是在这个胜利有个阴间除了他了。不好像灰马。是不是就是有个死亡除了他。咁所以而家咁睇返幾得意入面，你去揾都唔会揾得到，但係就喺呢个字当中神交咗俾我哋。咁呢个所以 win 本身係即係又係 w-i-n-d， 又係可以冇咗个 d 就係 w-i-n， 原来可以都可以成为一个文化密码。但当年你諗下，当年点会諗咁多嘢呀？但我就因为呢个咁得意咁感觉，所以改呢个名。而係嗰陣时 Francis 嗰、那个冇人咁改名呀、啊、我记得嗰陣佢仲车我，因为就返香港嘛。佢车我，我唔记得去边啊，一路一路唔敢倾噶嘛，但系我总之一要喺边噶啦，我总之翻到香港就系咁样啦吓。但系就系啊，嗰阵时我改名就咁怪异嘅，即系嗰个谂法吓，即系我睇冇人咁谂噶嘛，即系你又加个 S 啊，少个 D 之类呢啲谂法咁改个名。但系嗰阵时就系、是、正然有咁嘅 thought， 有咁嘅思维喺脑里边，又唔系话做作，因为如果你做作或者系你完全自己斗出嚟咧，你梗会有几个名去选择噶嘛？冇啊，就咁 win 啊！啊，整起呢个字就系呢个字，净冇任何其他任何可能性，其他啊，除咗呢个改边个冇啊，直情就系呢、這个啊，系得呢个选择啫，喺个脑海里边。咁而其中嘅说服我，总之就系冇咗个 D 就系 W-I-N 啦，咁样咯。咁就所以选择咗去，直情唔会话喺脑里边有第二个 thought 或者系第二个可能性。总之就系呢、這个，咁所以到最尾就拣都冇拣，翻咗香港就以后就沿用咗呢个名啦。咁啊！但系而家就睇见就真系好疯狂啦，即系对比翻你嘅时候吓。爱骗达往昔到未来，是我因主伟大慈爱，遍及高天深海。爱创世至终不更改。没法可测奥妙慈爱，遍及百载。心今因主的爱已换上色彩，我永珍惜将这爱乐印心记载，愿我欢欣满载，今抹去愁哀。神真爱系在我心内，昼夜常陪伴我，永不分开。除尽过往这缘分盖，我灵魂为喝彩。神真爱系在我心内，结伴后陪着过路往日将来，令我心中多感动，最珍惜。心已暖的爱。